这些还不够大，肉要不够大，那些再大一点的就大一点的就肉多点嘛。对，好多地方收啊，这些。 这么大条青豆腐，只能取两条肉啊，应该可以，这是有，等下上成品。 四条青豆腐啊，搞得这小鸡肉，半斤肉，嗯，半斤肉，嗯，应该可以。啊，起锅烧油了啊！哦，哎，这是青豆腐肉啊，正在下锅啊。这厨房太小吧，我这是窗户外面拍的啊。 但是他都煮咗俾你啦，他啲人通过我这里，但系通过我的鱼啊，系，这个肉看得很清晰啊，嗯，咱包了，包了佢哋，攞几多盐底嘅得咯，啊，即系唔系，唔使啦，直接变咗豉油，一烘佢得啦，豉油，豉油啊。 豆，哦，烧酒啊，是专业的大厨啊，熟了吗？熟了，不需要。那这个酱油一定要把它那个七香味一定要把它爆出来才香的，做菜用。哎，好香啊！香啊香啊！ 再来点蚝油，要不要？不用。哎，准备出盐。直接就是要它的原汁原味。哇，好了。那成品就是这样啊。哇，我把鱼捞了。两位大厨啊，你们先试一下啊。嗯。嗯，好嫩吧？哎呦。都可以。很嫩。很嫩了。很嫩。 好吃，别骗我啊！又有脚头，嗯、好东西，公公有了哎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公公有了。哇，结冰了，打冰！继续继续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我就看着啊。嗯，对，晚上没有被抢救，那我明天我就可以吃了。轮到还没轮到我们分身，好货，好东西。